因为真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大家好，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名将与名战》。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一个从来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所建立的功勋长期不为人所知，却起到了党和军队守护神的特殊作用。这位神秘人物就是我党情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有着红色特工王美誉的李克农。1941年的3月，毛泽东请李克农一家在延安枣园吃饭，期间毛泽东问李克农的小女儿李冰：“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没等李冰回答，毛泽东说道：“他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下这位传奇将军的风采。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毛泽东称他为共产党的大特务。他是一位隐蔽战线上的高级指挥员，在看不见炮火硝烟的战场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谍报传奇。虎穴龙潭中纵横驰骋，星空血雨里斗智斗勇。百战经典系列节目《名将名战之红色特工王李克农》。1929年12月，李克农经组织上批准，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这个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中统局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局长是陈立夫的表弟许恩泽。此前，中共中央在上海组建了中央特科，特科负责人是周恩来、向忠发和顾鹤章，内设4个科。其中情报科科长为陈赓，行动科科长由顾鹤章兼任。李克农、钱壮飞、胡蝶遵照周恩来的命令，设法打入国民党刚刚成立的中央调查科，并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十分得意自己拥有3名干将：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李克农和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蝶。从此，他们3人南京、上海、天津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铁三角，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关于龙潭三杰这个称呼，是周恩来当时对李克农、钱壮飞、胡蝶这3位呢打进这个国民党核心情报机构内部的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人员的一个总的称呼。为什么称之为龙潭三杰呢？因为当时他们打到国民党这个核心机关内部，虽然是没有战火硝烟，但是呢他们也是在龙潭虎穴中间斗争，这场战斗的意义对于党中央的这个生存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呢，这个对他们这个所起到这个作用，斗争之艰险，胆识之超人，那确实可以用龙潭三杰来形容。正当李克农、钱壮飞、胡蝶3人小组在特务机构如鱼得水，准备大展宏图之时，忽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在一家简陋的小旅社里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捎来的密信。他看完信后，犹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愣住。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抓捕后叛变。
备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密报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处，企图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以此作为向蒋介石投降的见面礼。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领导人危在旦夕，然而不巧的是，接到密信的这天是星期六，并不是李克农与陈赓约定接头的日子。李克农找不到陈赓，就无法向中央报告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从来办事都镇定自如，不慌不忙，还带着几分幽默的李克农此时也很紧张。情急之下，他决定打破常规，找不到中央特科和陈赓，就先找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因为他们也是由陈赓联络，找到了江苏省委就能找到陈赓。半夜两三点钟，李克农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并通过他们找到了陈赓，然后又和陈赓马不停蹄地找到周恩来。听到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刻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采取以下紧急措施：一、销毁所有机密文件；二、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紧急实行改变；三、把一切顾顺章所熟知的可能成其为侦查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或调离上海；四、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五、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的重要关系，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的机关全部连夜转移。好，大家分头行动吧。好，如果要列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几个历史瞬间，那么呢，从李克农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到周恩来抢在国民党大规模搜捕之前果断的撤离中央机关，这短短的几十个小时绝对会在其中名列前茅。因为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啊，国民党差一点就可以改写历史了。当时陈立夫哀叹说啊，只差五分钟就可以抓住周恩来了。而周恩来后来也多次回忆说啊，如果没有龙潭三杰，说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那么钱壮飞、李克农救出的这些人包括谁呢？说出来绝对是吓人一大跳。除了周恩来之外，还有邓颖超、邓小平、陈云、瞿秋白、聂荣臻、叶剑英、陈赓等等，当然了还有王明和博古。如果这些重量级的人物被国民党抓住的话，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绝对的重新书写。1899年9月15日，李克农出生于安徽潮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少年时代在芜湖长大。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在芜湖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事先获得情报，使得中共芜湖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这是李克农送出来的第一个情报，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他的情报工作生涯。1928年春天，李克农呢在安徽家乡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来到了上海，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这个时候呢，中共中央吸收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个为了党中央的情侦保卫工作已经建立了一个兼有侦查保卫和特殊任务功能的一个特科。当时李克农呢
开始还不是特科工作人员，他到上海需要找一个职业掩护。正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国民党特务机构他为了扩大队伍，他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这个名义招募人员。李克农求得了党组织的同意之后，于是呢就去报考，经过准备之后，那么就是考取了这个第一名，因此打进了国民党这个情报机构。那当时呢，这个周恩来对他的指示呢是打进去拿过来，就是进入敌人情报机构，掌握他为我所用。到了1931年春天，由于顾顺章事件的出现，这李克农呢这个向党中央提供了就是保卫党中央安全的这样一个绝密情报，他自己身份也暴露了，于是呢就只好呢就离开了这个潜伏的岗位，此后进入了这个江西中央苏区，在江西中央苏区呢担负了情侦保卫工作。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红军日益壮大。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国内外对延安和红色政权的传闻很多。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对外联络局，由时任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李克农兼任局长。1936年5月，美国记者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希望通过他的帮助进入苏区。宋庆龄通过上海地下党电告中共中央，斯诺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希望能让他赶赴苏区采访。这是一次向国内外客观介绍延安和红军的好机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马上同意了斯诺的延安之行，并派李克农前去迎接。摆在李克农前面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人物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要把这么一个长得和中国人完全不一样的老外越过重重关卡啊，千里迢迢的从上海安全的护送到延安，该有多难？当时李克农是下了死命令啊，严令经办人呢要万无一失，确保安全。应该说这一路上啊，李克农布置的是滴水不漏啊，就是到了西安，他还是非常警惕。西安应该当时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地盘，而他们呢已经和我们党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李克农还是不放心，为什么呢？西安还有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的特务，怎么办呢？李克农就电令在东北军工作的这个地下党员刘鼎啊，让他通过张学良的关系啊，保证斯诺呢秘密安全的进入苏区。刘鼎呢就从张学良那里呢拿到了一张西北剿总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然后呢在张学良的卫士的亲自护送下啊，顺利安全的抵达了陕北。斯诺到达陕北后，李克农亲自负责接待事宜，他向斯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为他精心制定了一个参观访问计划。短短三个月，斯诺走访了陕北苏区的大部分地方，对共产党、红军、苏区人民有了深刻了解。他把这次延安之行写成了轰动中外的《西行漫记》一书，向全世界人民客观生动地介绍了共产党和苏区的真实情况。
作为东道主，李克农对斯诺的关怀无微不至，两人很快就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同时，李克农领导的安全保密工作非常出色，令国民党特务瞠目结舌。尽管斯诺在苏区长达三个多月，但是他秘密而来，悄然而去，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丝毫没有察觉。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克农先后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冬天，他出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广州、武汉失守后，广西成为中国西南抗战的大后方，桂林更成为联络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新四军及南方数省党组织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乃至延安联系的中转站，更是国内通往香港海外的唯一通道。海外支援国内的抗战物资主要通过这一条线路运进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它不是一般的办事处，而是中共南方局的派出机构。根据中央及南方局指示，肩负着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海外各地党组织的任务。李克农以南方局秘书长的身份坐镇桂林，全权负责。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为他们封锁的主要目标。从空中到地上，从桂林到重庆，国民党特务组织了严密的封锁线，设置了重重关卡。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南方局十分关注李克农及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安危。周恩来连发数电向李克农通报了严重的时局，指示他在紧急疏散民主文化人士之后迅速撤回重庆。然而从桂林到重庆，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严密的封锁线和重重关卡，要想成功突破并不容易。1941年1月21号，李克农带着一辆小汽车和一辆卡车，满载物资和人员撤出桂林，沿着崎岖的山路冲出贵州，到达了四川境内。前面就是国民党设在重庆南大门的交通检查站一品厂检查站。一品厂位于重庆以南约70公里处，是贵州到重庆的最后一道检查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站。这里是当时从东南、华中、云贵等陆路到重庆的北京关口。设在这里的检查所隶属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控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把守一品厂交通站的是戴笠的心腹干将军统特务头子韦贤。他看到李克农带有十八的笔徽，误认作是陈诚的十八军。那么韦贤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原来啊，国民党军内部是派系林立啊，光是蒋介石的嫡系就有好几派，这其中一派呢是以陈诚为代表人物的土木系。这个土木系啊，不是指土木建筑的土木系啊。为什么有这个称呼呢？因为他起家的部队呢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是第十八军。十八军里面的第十一师呢又是骨干，这个十一合起来啊就是一个土字，十八合起来呢就是个木字，所以呢陈诚这一派啊号称是土木系。他这个土木系加上呢何应钦、汤博和胡宗南的部队呢，就构成了蒋介石的四大嫡系部队。所以在国民党内部啊，一提起土木系和第十八军啊是大名鼎鼎。那么李克农带的为什么不是八路军的臂章，而是标识有十八字样的臂章呢？原来就是1937年8月啊，我们这个主力红军是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了，但是到9月份呢，
又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战时序列呢，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那么当时我们就是对国民党交往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啊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是我们自己呢一直是坚称我们是八路军。那么当时李克农带的呢是第十八集团军的臂章啊，可是这个韦贤一看有这个十八字样的这个臂章呢，他就以为是第十八军的人啊，他就把第十八集团军错认为是第十八军，所以他还傻乎乎的提出啊要搭李克农的顺风车去重庆开会。这个国民党军统的大特务碰上了共产党的红色特工王，那还有的跑啊！李克农是将计就计，就载着这个蒙在鼓里的韦贤，轻轻松松的通过了啊各个关卡，顺利到达了重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特务上校韦贤去海棠溪参加的会议上，戴笠又着重强调要严格检查阻截八路军办事处撤退人员的车辆。然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煞费苦心要截留的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早已由自己的心腹干将护送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当李克农绘声绘色地向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讲述他们一路遇到的惊险场面时，大家全都笑了。周恩来说，三国时有个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传为美谈。今天有克工李克农，也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单骑走重庆，真是奇迹呀。因为李克农啊常年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应对特务呢非常有经验。他在这个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时候担任这个处长，因为办事处门口经常有国民党特务，有的是装成这个洋车夫，有的装成摆摊的守在门口，所以他就专门出来就整特务。因为他一出来呢，特务就往往要跟踪，说他有一天出来之后就故意叫那个特务伪装那个洋车夫，你来拉车。因为李克农他是比较胖比较重，上车之后呢故意挑那个又难走又是这个爬坡的路，就把那个假车夫给累得大汗淋漓，他还一个劲儿喊你赶快拉，结果那个特务没办法，倒地不起，连连告饶，就再也不敢跟踪了。李克农就赶到预定地点，完成了这个秘密的接头任务。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期内调往各地战场，战略态势与国民党十分不利。为争取时间备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谈，共商国事。毛泽东早已料到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8月16日，毛泽东一面回函蒋介石，我将考虑与你会见，一面将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招至跟前。毛泽东对李克农说，蒋介石发电报要我去和谈，并不意外，七大上我就说过谈是要谈的，但是他们不会有诚意，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也没有。不过人家已经发了邀请，我们能不去？现在关键是要尽快搞到具体情报，摸清蒋介石的底，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次毛泽东交给李克农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李克农准确地预料到国民党延安驻地近期肯定会跟重庆方面就谈判有密电往来，离开毛泽东住处，他便迅速组织情报系统，日夜监听国民党电台。李克农从浩繁的往来密电中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便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将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万一毛泽东来了，则正好通过谈判对其施加压力，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同时趁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1945年8月下旬，
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的研究，决定呢由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赴重庆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党中央决定这个由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那么就首先要摸清蒋介石的底盘，要确实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这李克农这个领导的这个中央社会部，经过艰苦的工作，认识到呢，这次去谈判，虽然冒一定风险，但是安全呢基本上可以保证。同时呢，也知道蒋介石最后的让步底线是什么，因此毛泽东去谈的时候呢，那确实能够知彼知己，这样有了谈判的底数。28日晚8时，重庆林园官邸，蒋介石频频举杯向毛泽东敬酒，脸上露出带有些尴尬的笑。因为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在毛泽东登基前还向他汇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而毛泽东给他的最后复电，在出发前2天就已正式通知了重庆方面。此时毛泽东也在笑，笑容中包含着对李克农情报工作的满意和赞赏。国民党中统、军统两系特务头子都吃过李克农的大亏，对他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多次策划绑架和暗杀的阴谋。身为共产党情报组织的负责人，李克农本可留在延安，但他却不顾生死，一再进入国统区，在公开身份的掩护下，为党建立秘密关系。1946年1月，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在北平成立了军调部，负责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李克农以军调部秘书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北平工作了8个月，发展了国民党战区少将处长、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等许多人为中国共产党情报人员，并利用军调人员可乘美军飞机四处奔走不受检查的便利条件，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建立了地下关系。李克农又通过在国民党高官胡宗南、白崇禧等人身边的地下工作者，掌握了大量敌军内情。国民党进攻陕北时，蒋介石、胡宗南的作战命令下发到军长、师长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就已经先看到了。中共中央下决心留下来转战陕北，也与情报保障有着重要的关系。李克农领导的隐蔽战线斗争呢，环境之险恶，斗争之复杂啊，贡献之卓越，放在世界范围里看呢，都是超一流的。那么李克农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杰出的贡献呢，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能够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制定出呢我们自己情报工作的一个正确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苏联这个克格勃的专家中国来访问，介绍他们的经验。他们认为啊，只有用金钱和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当时就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说我们过去没有这么干，今后呢也不会这么干，我们主要是靠交朋友做思想政治工作，有时候呢也用一些金钱，但金钱只是辅助手段。可以说啊，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自己独创的情报工作的原则，而实践证明呢，这个原则确实是行之有效，卓有成效。李克农离家在外很多年，感情始终专一。抗战后，他从家乡把同年的妻子接到延安，一直相敬如宾。妻子赵英去世后，李克农一直保持他的住房陈设不变。每晚就寝前都到夫人床上坐上一会儿，再鞠一躬才离开。在孩子面前，他是位慈祥的父亲，从来不许子女沾自己的光。李克农的特殊工作又使他多年没有固定作息时间，几天几夜不肯睡是常事。40年代后，他重病缠身，发了哮喘，憋得上不来气，
但他一把把地吞着药片，坚持在工作。党内同事谈起他个人生活的品德，都由衷的敬佩。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的第一件涉外大事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由于中朝人民的齐心抗敌，美国侵略军被迫谈判，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谈谈打打，假谈真打。1951年7月，新一轮的谈判又将开始了。此前作为中国的情报之王，李克农曾给朝鲜和中共中央提供过许多份重要情报，多次受到毛泽东的夸奖。因此在考虑中国参加谈判班子人选时，毛泽东首先想起了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当时李克农正在犯哮喘病，时好时坏，平时靠药物控制病情，严重时要靠打吗啡才能入睡。可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些情况，李克农考虑再三，怕贻误大事，便将自己的病情向毛泽东做了如实汇报。毛泽东反复权衡，最后仍然决定要他去。李克农忠心耿耿，准备抱病出征，前往朝鲜开城。他原以为用不了多久，战争就会结束，谈判也会有结果，所以他连大衣都没带。谁知这一去就是2年。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的。谈判的第一线呢，实际上是军队的代表，就是朝鲜人民军首席代表南日、志愿军代表谢方、邓华他们这些人。那么作为第二线的呢，那是李克农在那个后面指挥。因为这个李克农是非常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他与乔冠华两个人就坐在这个谈判这个会场的后面，直接用纸条来指导呢这个对敌人谈判的斗争。比方说这个敌方提出了一条意见，怎么答复，那往往是李克农与乔冠华商量完了之后，马上写成条子，递到前面第一线谈判的同志，要求他们不要理睬，坐下去，或者是予以批驳。而且呢，这个第一天谈判的结果，当天晚间李克农和乔冠华商量之后，又要李克农署名报到北京，叫周恩来和毛泽东最后拍板，一般是第二天天亮之前就会把答复送到开城代表团，由李克农呢全盘掌握，交代第二天的谈判内容。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全力指挥导演下，李克农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一个谈的耐心，针锋相对，一个打的坚决，毫不手软。谈和打反复讲，文与武相互配合，双方斗谋斗力，斗智斗勇，几经周折，期间还曾多次出现敌人突袭我军和谈人员驻地的流血事件。最后经过2年多的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在1953年7月27号达成并签订朝鲜停战协议。1962年2月9日晚，李克农同志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走完了他62年神秘而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有人这样说，如果没有李克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30年代初以后可能要重写。白色恐怖下的残酷斗争，红色苏区的保卫和建设，西安事变的酝酿和发动，重庆谈判的决策与促成，板门店停战协定的签订，
这些中共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无一不与李克农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宣布休假三天，以庆贺强有力的对手从此消失。而这一举动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珍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感谢您收看本期《百战经典》，下期见。